V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セーパカク、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早くセー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那去哪？开计程车，开计程车载你去，有一个很厉害，我以为是只有听说，你知道吗？嗯。什么叫听说？就是觉得中奖这个东西离我好远哦。嗯。啊，中病毒可能比较快。哈，中这个奖了，中到一台宾士，我们要去把它买回来。啊，是哦。对啊。哇，这桥家更小的。这叫真的是都市传说。都市传说也对啊。我想说是既定的，哈，人家是真的中奖了。我们等一下去握他的手，把他的。好运吸过来，不一定，你搞不好你问他，他就说，对，我是内定的，搞不好我就中了。哦，好，走走走，像台中要中一间房子，我们中一台车，这样就好了。好，我要求不多了，一台车，我带你去。啊，等下上车我按跳表哦。哦，好，我要拿表出来跳。我本来就被塞外切啊，塞外切这个啥意思吧？都不用讲，这次轮不到我的车，我的车还在那边休息，来去我的故乡啊。啊，你的故乡台中？不是啊，真正的故乡啊。真正的故乡。真正的哦。真正的，对啊，我在宜兰啊。哦，对啊。现在去宜兰。对啊。啊，算了，全台湾应该都在下雨。不一定哦。要不要赌宜兰的好天气？搞到最后好像我们两个很爱赌。我跟你说，我戒赌了。啊，戒赌了。嗯，要不要赌？不要好了，我相信你应该戒掉。哈哈哈哈哈！好听耶，你往头发还是变大嘞。我觉得还是赌一下。哈哈哈哈哈！你先猜，你先赌下雨了。我跟你讲，你赌下雨就对了。宜兰不是下小雨就是下大雨。都没下雨的吗？怎么可能？我们上次去也没下。就机会很少。想说那天可能会下，哦，看好天气。对啊。有时候你觉得会下雨的时候，它不下。台北还下一下下，这边下雨，那边依然就可能好天气，对吧？什么鬼地方？我戒赌了，就是没下雨，这个大哎，头发是大哎，现在是大哎，真的是干的，就是啊，发生什么事？哈，你要不要？四十几个号码，你帮我挑个三十个，我其他十几个八号好了。三小啦，不一定啊。哎，你不是说的吗？200多天都在下雨。啊，你刚好挑的那个还有100天啊，还有100天。对啊，运气真好啊。哦，好，直接去。对啊，罗东的宾士签约，跟他见个面，跟他聊天。哦，其实应该他也比较简单啊。今天过去应该也是他给他证件，应该过到他的名下，因为谁中奖要过给谁这样。对。到时候先过完户，到时候我们再把它捐回来。这样不是要多一手？没办法，我好像过我的。我换车好了啊，直接说我换另外一台。那你要不要顺便看一下四三？哦，新，你才试驾好不好？你可以问一下，搞不好没有现车哎。哦，对啊，他说没有四三哎，六三要不要？有六三。哦，宜兰清真舞的活动，然后他就是在宜兰消费，就是200块以上那个，然后他那个发票，我都不会了。去登录，然后就可以抽。抽几台？那时候这个是几台？两台，第一台是白色，第二台是黑色。哦，这次是黑色哦。对，颜色我忘记问了，什么颜色我不知道。然后我那天一大早睡起，就接到那个电话，结果是那个宜兰县长打来。会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的那种感觉？我想说。是不是被骗还是什么？然后结果他有在直播了。哦，你就看一下这样。结果他说我中那个冰室，我等一下吸一点好运气把吸子刮过来，对不对？因为等一下好像就是要拿证件给冰室，他去过户了。对啊，价格啦，其实价格小时报的算很高了，因为我后来去看一下书价，其实大概都是160、170左右而已啊。实际上这样啊，那小时说啊，没关系，反正就我跟你报了，但是反正是中奖了嘛，对，不加 hockey 啊那块了嘛，再运气好一点这样啦，对啊，大概就落在这边啦。小时是在讯息跟我说大概180到185，对啊，直接跟你收价就180这样可以吗？好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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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就直接收180了，只是说不用剪了，直接是上了。车子来，我们大家去看车。我
我这样算买新车吧。可是它这个是21年式的，去年的车，它今年领牌。这嘴巴也很大啊！它接下来都说一样啊，发动之后热了它会打胎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引擎温度到了比较省油，还比较有力。哎，有跟车吧？应该有啦。现在什么时代了？没有？有啦，有啦，有。有跟车啊？有啊。哦，手刹车在这里耶。它排档哎。一样这里啊，雨刷。啊，有电动椅。哎，它现在都不会动哦，你看。你知道吗？哇，这个不会动，以前会动，都不会。可是椅子还是往前，有没有？往后，好了，结尾了，背后啊啊，去领牌了，大概月底之前就可以交车了。我妈买下去了，21年的 C180，我有新车可以开了啊。这超新的，这我都忘，这不是超新，这是全新的。好，目前还缺晶片呢，我背丢啊。哎，你要记得跳表，谢谢哦。要一定要握个手，你知道吗？我把气吸过来，因为他暂时应该不会中奖，或我们来中奖。哎、欸，谢谢陈先生，谢谢。多、欸、握一下，泰山，你要不要握一下？等一下关掉我再握。关掉再握、啊，你应该抱一下都没关系啊。那对，谢谢哦，谢谢你。好啊，到时候我们再约，就来，到时候就下一次来就是牵车了。好 ，OK。5 to 6 weeks later。好了，今天要来交车了，耶、yeah ！我们去看车嘞，车在那边嘞，远远我就看到它在发光了。啊，今天轿车是比较快的嘞，这个不用看了，原版件里面记，好看好了。哈，够快了吧？很快，超快。对，钥匙给我就可以开走了，这个都不用看的了。好了，等一下就开回去了，再握一下手，吸一下仙气。Blue 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セイパカク、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早くセイ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Yeah, C180，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啊，这是2006型的，最新的，我们收到了啊。等一下还有个下个行程，我们等一下还要去估一台什么车，你知道吗？什么车？还有 R 叉，可是 CVT 的，自排的而已，不是手排的。我们开新车去估了，这样是不是很厉害？哦，好像很厉害。好 啊， 啊，估完车再来，就是要把一台车交掉。我们刚开的那台，把它交，刚好是宜兰这边的，把它交掉。今天行程超满，今天超满的，还遇到塞车，真的没想到。好，走吧。我们开新车去估车哦，对啊，好，走走走，我带你去。好，走。啊，他这个没有到了，有啊，超大的啦！怎样？可以用语音输入？不知道，我跟他也不熟，跟你差不多时间了，多相处大概5分钟而已。开启防护罩。如果怠速熄火，那就风速又变低了，好像找不到可以关的地方。现在新的好像都关不掉。啊，手动换挡，按这个、哦。知道了，我跟他不熟了。开心不会。看不会了，真的不会。手续放哪里我都不知道。耶、yeah ！哦哦哦哦，还不错吧？不错不错，还可以降温。对，不用怕手机过热。耶、yeah, ，我们到了，啊，估完就可以吃海产了。我们接下来估这个2016年的 WRX， 可是这个不是手牌，这是 CVT 的自牌的。带大家看一下，其实没什么好看的，这个车应该大家都看过了，水平对卧嘛，这个是有涡轮的。嗯，对啊，雷亚的交流。对，啾啾啾。哈，这样。你姐叫不雷亚了？这姐啾啾啾。是啾啾啾而已啊。雷亚好像在后面。其实这个比较简单了，一手车，一手车，大家问一下，没有什么事故，其实我们就看的时间就会更快了。就是打开看螺丝标签，没有问题就一直看过去了。可是这个车哈挺奇怪的，唯一的缺点，我觉得这里都一点点的生锈。每一台都会吗？不是每一台，好像都要注意啊。哦，这个很像那个什么之前 S 牌的啊，或者是 H 牌的、啊、H 牌的，对对对对，四个门都会吗？有些会，有些你看一点点啊，弄回去都要再处理一下。刚看都放，你看贴纸上面，每一个厂牌会躲得不一样，有没有？在这边。高车你高我久啊？你知影这机会送啥？这机是啥？我头拄仔在看落去高一只。
万一这样好了，来，我跟你说，这样对，这样下去是不是勾住了？对。万一你被侧撞，它是会拉住，结构比较强。一般门撞了就进去了嘛。对。你怎么讲啊？万一这门是被弯掉了，对，这个会卡在这里，手会勾住嘛，嗯、就是结构就会才不会这样弯掉。嗯哼。它就拉住，就 hold 住会比较强。嗯这是自己家的吗？还是他没有原厂的？有些车会有加这个，安全系数会更强。我跟你讲，你怎么知道？你都有一招啊！看科P买长知识了。啊，这个唯一自己加的了、哦，原本都是这个小尾翼啊、大尾翼啊。可是它说有个洞，对，这边有个洞，哦、因为它锁住。因为为什么要锁？因为速度快，用脸都会飞走。后面看起来应该没怎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多不要看，我看下面好了。好，双出排气管，好。底盘没有问题，你也看这个都很干净。好，贴纸、螺丝，好，螺丝都没有转过，贴纸都在。好，阿胶啊，胶我不太会用指甲一直抠哎，我都会先摸看看，然后稍微压看看就知道了。硬软的你压就感觉又不一样了。我都会去压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打开门有没有？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被私家估过了。好，看完了，贴纸有拍到哈。贴纸，对啊。啊，它这一个都躲在里面，你可能要从这边拍上来拍得到，可能拍不到，没关系，看螺丝就好了。嗯，这两个最明显嘛，啊，其他的躲在里面，我这样看过去，应该看得到，是 OK 的。嗯，转、嗯、过就掉漆了，所以叶子板没有，所以车判断就是没有撞到，没有事故。它这个好像有贴熏黑的，屋顶贴膜的，贴黑色的，所以行照是白黑，跟我一样啊，它白色为底嘛，黑色的都加上去的。嗯，所以是白黑。看完了里程数你有看吗？80000。方向盘应该也换过，应该是换过的，就是卡梦的。看热血男孩为了结婚，为了小孩，没办法换修理车啊。然后现在调价钱，对啊，反正估车的前面的过程都很快乐，后面就是要调一下。对啊，那你去估吧、哦、搞不好三分钟就出来了、啊、走吧，我们回家，我们开宾士回家、哦、好了，我们该调一下。耶、yeah, 哦，任务完成，车刚刚也交了，今天买了黑白双煞，哇塞，啊、白色银灰煞，嗯，哈、啊，而且宾士上面煞，哈、啊、，C180，、欸、你开来标是啊？我跟你讲，现在买新车都要过香炉嘛，我们要对啊，赔个平安，嗯，啊，平安符要挂上去，对，哈、啊，加价购，恋爱预售，哈、啊，今天都完成任务，两台都收到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回台北了。今天来礼拜四，对，为什么要塞车？我不知道，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才到这边罗东而已，超久的，在南港又，我觉得应该等一下回去又塞车了啦。你要开哪一台，让你挑，不要说每次都说我凹泰山，对不对？没有没有，你先挑吧。你要左边还是右边、啊、我知道了，这个一线，这边就是白色的、啊、这边就黑色的、啊、好，阿翁转的了哈、啊、来哦，来用力用力啊，你开黑的好好，这样可以的哈，公平啊，我没有作弊嘛，可以可以可以的哈，好，车在发动，你看对你最好，车在发动，帮你吹冷气了，好好好啊，我们就回去公司了，记得哦，喜欢帮我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哦，好耶、yeah, 好，拜拜。我先发动好了，不然热死了。B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正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To myself, I just give and go. Yeah, I just turn my L's into W's. Yeah, I just told my sins. Yeah, I'm done with you. Yeah, stay in your lane, don't you pick and choose. I can't waste my time, I got a lot to lose. To the game that we all on, that was doubting us all along. Now we charging in Hong Kong. What competition, they all gone. Bless, stress, play the game like it's chess. We next, that's a check, over stripes. Yeah, yeah.What's the vibes, what's the moves? Tell me what's the vibes, what's the moves?